大家好，我是悠悠。2019年10月28日，星期一，本日星象天蝎座新月，太阳冲天王星，是情绪深刻、巨变开启的一天。本日桃花运势最佳的两大星座，金牛座和巨蟹座。金牛宝宝单身的可以许一个求桃花的新月愿望哦。有伴侣的金牛今天适合约会，双方都会比较有动力。巨蟹宝宝可以许一个跟桃花相关的新年愿望哦。正在备孕的巨蟹也可以许一个跟造娃相关的愿望。本日迎接财务收益的星座，天蝎座和水瓶座。天蝎宝宝财运超旺的一天，自己可能会有投资方面的收益哦。水瓶宝宝未来一个月容易收获到领导层的关注与支持哦，财务上可能会有加薪。本日需要注意的星座，天秤座。天秤宝宝比较容易跟伴侣或者合作伙伴产生矛盾，可是适时的审视一下自己的亲密关系哦，相信你可以解决好的。再来看一下其他星座运势情况吧。